好，我是小包，这是我们疫情之后第一次来赶集。现在赶集不是说谁都能进来东网红的，现在还是不要卖啊，对，都得要证。对，所以来去看看那小伙在不在。走，在。原来这边都有摊儿的，现在都没有了，就只有这么短了。这个赶集啊，对，不让随便进，这都不让。姑娘，你不是小的时候你是鸭小鸡小鸭吗？这是小鸭。这是小鸭，要吗？不要。太小鸡。不要，给你，不要，我就养俩小狗就够了。现在这个集人少多了呀。嗨，瘦了好像，啊，好像又瘦了。该休息休息了。嗯，我们反正再套个方便袋呗。你要说冬天，我给你推这个袋，还挺好看的。这边是挺好的啊，那边不行。主要是他们有的是啥，怕疫情，然后说咱这块偏倒没事儿，人家大城市说疫情，你说净好多到手。这方便袋那边肯定是湿了，姨。我那天往东营发了200斤，他说你千万别给我套出来，因为去年夏天给套了有几盒五个，太贵。有的呗，纸壳子主要是咱也用不起呀。要是冬天套点儿，因为冬天冷啊，现在就季节很难套的。你到那边你要捂了咋整？到了让他们赶快打开。他们也怕脏，他们怕。这玩意夸啥子？那个我看你那快递不直接给他拆开？粉条吧，还是咱家粉条，就是袋子包装换了。东北纯土粉条特别好。最近买的天津花，今天又来买的了。他这天津花还行。啥样的好吃啊？他们说这样式是母的，这样式是母的。母的好吃啊？嗯。完了，这个屁股掉下来了，这个好。那一扒那屁股不都掉吗？不，死样的扒不掉，有的死样扒不掉。是不是让阿姨告诉你啥样的好了？你一般不是之前都闻吗？香不香？要黄屁股的。黄屁股这样式，哦，这样式是母的。哎，这样他们说是公的。那个阿姨刚刚那男不是母的吗？嗯啊嗯，我妈一到夏天就可喜欢吃香瓜了。哎，以前搁广东想吃个香瓜子啥都吃不着。就从你娘俩小山里整了个一毫馍呀，这一毫馍最好了，这一毫馍最好了，我一毫馍包饺子。嗯。现在姑娘也有了。太多了。我雪的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买香瓜子吃吧。啊，吃香瓜子，好好洗。赶集人多吗？没人，现在还不让赶集。还不让？嗯，那小伙说了，你都撵他们好几回，不让他们赶集，让他们走。嗯。那现在行了还是？咱这管的还挺严哈。咱这个还是不允许的。嗯，张老师。你看你给毛泡缠的。真甜。给你个，他还真吃。我们家旺旺也吃。吃吗？嗯。嗯，旺旺，你看。吃吗？你看，你看那小狗。你看毛毛。颇是，北方人特别喜欢吃的瓜哈。嗯。香甜。这么吹的，你看看。啊。旺旺，你要失宠了。